我们看这题目，设已知 A 的矩阵 B 的矩阵，若 2x 加 3a 等于3乘以 x 减 b， 是求矩阵 x。 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将这式子写在这里，那乘开来，这是 2x 加 3a 等于 3x 减 3b， 所以呢，我们这一项过来， 3b 一项过去，那么我们就得到这 x 呢是等于这3乘以 a 加3乘以 b， 那这时候3可以提出来，变3乘以括号，这是 a 加 b， 所以呢，在这里我们做矩阵的相加，那我们这里写，这等于3乘以括号，这是 a 的矩阵加 b 的矩阵，那么矩阵相加呢，是对应的各元要相加，所以负2要加 5，3 要加负 2， 负2要加 0， 负1要加 1，4要加负 3,2 要加负 4， 所以呢，我们这里会得到这是3去乘以这个矩阵，所以呢，这时候3要乘到各元里面去，所以呢，我们会得到这个答案，也就是3乘以3是9，那3乘以1是 3,3 乘以负2是负 6,3 乘以0是 0,3 乘以1是 3,3 乘以负2是负 6， 我们得到这个答案。因此呢，我们这里回答这个答案。